刚下班呢，我现在去，我店不是在那后面嘛，我现在去我爸那边，把店里头一些东西送过去，然后我就回家。今天下班早十分钟，然后等会儿回家的时候，带着我女儿去逛一下吧，因为她很喜欢坐车。我现在因为疫情原因，我能做的不多，他也不能出去，也没有去上幼儿园，所以就只能带他出去坐车，在这个小镇子里头逛一逛呢。这个镇子不大，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镇子不大，这个镇子真不大，还没国内一个县城大呢。哎呦，我先把东西送过去，等会儿跟大家聊。好了，等一下我调一下角度。哎呦，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我再调一下。呼一下风吧，我爸开一下，开一下空调好吧？爸爸开一下空调好吧？爸爸开一下空调，爸爸开一下空调。奶奶还没回呢，奶奶没回呢。我们不去找奶奶，我们去开车出去逛一下好不好？我们开车出去逛一下好不好？我说我们开车出去逛一下好不好？今天借着这个开车的机会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之前我们去做那个新冠检测的那个情况吧，和我们店里头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做那个新冠检测是阴性的吗？黑人跟他打个招呼，然后我们是没有事情了，而且政府也没有要求我们关店嘛，然后我们就回来上班了。但是我们店里头不是有6个员工吗？有一个确诊的员工，这个故事很狗血啊，待我慢慢的给大家讲，我尽量捋一下我的这个思路，尽量讲的清晰一点啊。我们之前不是确诊了吗？有一个员工是确诊的，然后跟他有密切接触的呢是4个，然后那4个就被要求回家隔离了。其中一个没有密切接触的，我们是根据什么判断？爸爸，哎，爸爸在说话哈。爸爸说话，你在看外面好不好？因为医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知道这4个是有密切接触的。那根据我们的经验呢，我们很可能觉得他们4个可能是有，因为黑人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有这个 share 的，这个 share 就是分享嘛，这种习惯。他们4个是比较，他们4个和那个一个确诊的员工是比较喜欢在一起分享这个吃的。那我自己手下的那一个员工呢，单独的那一个，是不怎么跟他们一起吃东西的，就是基本上他都是自己带自己的吃的。然后他是在我另外一个店里头，所以跟他们接触不多。我估计根据我们的判断，医生也是这么判断的，他们是这4个人有密切接触，然后我小店里头那个是没有的。然后我们3个中国人呢，就是我爸我妈我，医生判定也是没有密切接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店里头有做那个隔层，就是我们店里头那个柜台上面做满满的，就是从头做到尾，除了顶上没有封起来，就是做了满满的玻璃，就是黑人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是有一层玻璃，就跟银行一样，它底下有一个洞，他如果要买东西，他从底下把钱塞过来。所以我们跟员工实际上理论上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但是这个病毒就很难去判断。但是根据这个呢，医生也觉得我们不是密切接触者。那最后呢，事实也证明我们确实不是啊，确实没有被感染啊，不是说密切接触，因为这个我没法判断。好玩的事情在哪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去做了检测之后，我们中国人嘛，因为他也不是说我们是中国人他不给我们做检测，而是他觉得我们没有密切接触，所以他觉得我们就没有，所以就不给我们做检测。另外一个就是没有被判定为密切接触的那个员工也是的，我们暂定称他为5号员工吧。
因为前面有四个是前面四个员工，我们称为一二三四吧，然后确诊的那个为六号员工吧。六号确诊员工呢，在我不具体不记得哪一天，星期五的时候确诊，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没来上班，星期二来上班，星期三被带走，然后星期三下午我们开门了，然后星期四我们开到10点钟的时候，医生就给我们打电话，让一二三四号员工回家隔离。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去给他们做了检测，做了检测之后，我们店的五号员工就是没有被确定为那个密切接触者的那个呢，就也是被要求上班，但是我们让他回去隔离的嘛，就因为我们店里头员工不够了嘛，就一个员工两个店怎么开呀，所以我们就把店关了嘛。然后他就回去了，我说你去找一下那个政府的人，就是做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小组，去问一下他们为什么不给你做检测，看能不能有地方给你做检测。他去了他家附近的一个诊所，然后他去了我们这边的定点的检测的这个点儿，然后都不给他做检测。最后是怎么测的呢？最后就是那前面那四个回家隔离的，就是被要求回家隔离的员工，其中一个离他们家不是很远，那个医生去那个前面四个的其中一个家里头去做检测的时候，那个员工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给另外那个五号员工做检测？那个医生说五号员工没有吗？然后医生当时也比较疑惑，他说可能没有接触嘛，因为他们只做检测嘛，他们不知道就是具体来判定是哪个是密切接触的，就是出去做检测和在医院里头上班的是两拨人嘛。我们就让那个员工跟他说他其实也有接触，然后就跟他说了一堆话，然后那医生说那你就让他赶紧过来吧，我们也给他做一下，然后这样才给那个员工做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店里头所有员工都做了这个新冠的检测，但是这个五号员工还是只给他做了一次，做了一次之后他也没有什么症状，我们就让他回来上班呢，因为他本身也不是被政府要求在家隔离的人员，他也没有什么症状，他检测也是阴性的，然后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检测和他的检测做了一个对比，我们觉得你也可以回来上班，我们就让他这样就让他回来上班呢。其他四个呢，跟那个确诊的那个病号呢，就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就是他们四个被要求回家隔离的人，在回家的当天就做了一次检测，然后就居家隔离了。居家隔离之后呢，大概是他们是星期三被要求回家的，然后对星期三星期四被要求回家的，星期四当天就做了检测。做了检测之后呢，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星期二，然后陆续有的人有通知到，有的人没有通知到，因为这边是这样的，因为这边有的时候有短信，有的时候有电话，有的时候就他们不会告诉你结果，因为黑人是这样的，因为医生呢他说是隐私什么的不告诉你们，然后其实我觉得里头更重要的可能就是很多黑人对自己的这个行为没办法自我监督，然后自我约束力也不是很强，然后政府的人呢一般打电话的时候呢，要么就跟你说 OK 你没有问题，但也不会跟你说阳性阴性，就问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他根据你的状况，但是不告诉你结果，会跟你说啊你没有问题，你继续在家里头待着，但是不告诉你结果。这是第一次做的，第一次做完之后呢，他们有跟我说有的人有拿到结果，有的人没有拿到，然后拿到结果的人就跟我说他们拿到了，医生跟他说是 OK 的，但是没有跟他说他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我说那你们在家继续等你们的第二次检测结果啊，第二次检测不是检测结果，第二次检测。然后前两天吧，今天是星期五嘛，今天是这个星期的星期五，基本上他们在家待了从上个星期四回家到这个星期五一个星期了嘛，然后他们今天又做了检测，今天四个人里头有三个人当场就拿到检测了。我说你们怎么这一次这么快？他
说那个医生给我们做的那个鼻拭子是捅进去，然后有一个像是那个怀孕的那个东西一样的。哦，我就知道了，那个是那个应该是那个快速检测的那个东西，就是相当于是那个验孕棒一样的那个东西，然后滴在上头。然后我不知道那个东西的准确性有多少啊，那个检测原理是什么，我不知道跟 PCR 有什么区别，但是那个检测完之后基本都是阴性的。然后他们呢，今天拿到第二次的检测报告之后，明天就有两个员工会回来上班。剩下的两个，因为是周末，我们店里头不需要那么多员工，剩下的两个呢就周一回来上班。然后我们店里头又招了两个员工，所以现在就有，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上班呢有五个也就够了。下个星期会回来两个，又有七个员工了，对我们来说又够了。搞笑的事情是什么呢？搞笑的事情就在这里。搞笑的事情就是我们确诊的那个病例，我们确诊的那个病例就是他上周四的时候被拉走之后，他到诊所，我一直有跟他保持联系，医生没有给他做检测，一直到上个星期六，也就是其他员工都已经第一轮做完了之后，他才做第一次检测报告。做完第一次之后也没有跟他说他的检测结果。我想一下医生有没有跟他说啊，好像我记得是没有说的，没有说，他只是问他有没有什么不舒服。那个员工当时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声音稍微有一点那个，其实他从进去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好了，按照我的理解，因为他店里头来上班他都没有什么问题嘛。但是因为他是检测阳性的，他被拉进去了，拉进去之后呢，不是就做检测嘛，然后星期六做完了嘛，也没有告诉他结果。然后我就打了两次电话，我就问他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你现在检测了没有啊，医生告诉你是阴性还是阳性吗？他说医生没有告诉他，医生告诉他 OK 的。这是星期六的时候，就是上个星期六检测完，星期二跟我通话的。星期三的时候又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医生跟我说我明天就可以出去了，也就是说他在诊所里头待了一个星期，星期四进去的，然后星期四出来了。我说那你出去之前医生不给你做一次检测吗？他说医生没有说要给我做检测呀。医生不给你做检测，那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问题呢？他说医生说他没有问题。我说那不行啊，你得要求医生给你做检测，确保你在从那个隔离中心出去的时候你是阴性的呀。他说医生说我 OK 了。那我就问他，我说那医生说你 OK 了，是你人的身体 OK 了，还是说你的检测上面是 OK 了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好嘛，唯一我现在能知道的就是他检测报告上面写他是阴性的，那就代表这个人目前已经恢复了嘛，因为这边不要求做血清。我说那你进去到现在一个星期做了几次检测呢？他说就做一次啊。我说这不符合逻辑吧，我说你一个确诊的人医院只给你做一次检测，但是我们那四个被要求居家隔离的都已经做了两次了，这是不是有点不符合逻辑？他说我也不知道，医生就说我可以回家了。我说那现在医生叫你回家干嘛呢？你的家人有没有检测？他说我的家人 OK 的。这里头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是这边检测有问题呢，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去判断，因为我不是医生，我也不了解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病理，我只知道他会传染我。他被确诊呢，他的家人据他告诉我，就是说他所有的家人都没有问题，我就很奇怪。而且医院让他回去之前也没有给他做检测，就让他这样回去了，这个也不符合逻辑，因为他家里还有人嘛，你要回去至少你家里没有人，你要自己居家嘛，你怎么知道你回去是没有携带病毒的呢？而且你家里头还有人，他是跟人家家人住在一起的。我说你家里头还有人，你家里头人虽然说医生说是阴性的，但是你现在又没有给你做检测，他们就这样让你回去的，这不太好吧。你看现在的情况就是被要求居家隔离的人
做了两次，然后确保他们都是阴性的。哎，这个我觉得做得很棒，做得很好。哎，确保你没有问题，把你放到大街上来。但是你确诊的病号就做了一次，然后出去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身体是什么状态，也就是说在生理上他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病理的分析上他是不是有问题呢？就是说他检测上面病毒这有没有问题呢？医院都没有说。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医生把他放回家，也就是说星期四的时候让他回家，给了他一张纸，就是说你要在家隔离四天之后才可以出来。他星期四回家，他自己亲口跟我说，他说医生要求他在家再待四天才能出来。而且在非洲这边啊，不像迪拜那边土豪啊，你要你居家隔离了，就给你脚上戴一个脚链子，然后电子脚链，然后你不能出去，你出去他就有警报，哎，知道你这个人出去了，跟孟晚舟一样，脚上戴个脚链，然后把你拘在家里头，不让你出去。这儿没有，什么都没有，就给你写张纸，如果你出去了，有人举报你，我就给你罚1000块钱。但是前提是得有人举报你，没有人举报你，你出去呢，谁也不知道，因为医生不可能24小时在家看着你。哎，怎么了？爸爸在聊天。然后星期四他回家了，星期五他就跑到我们店里头来了。因为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吗，他结了一部分工资，还有一部分工资没有拿走，然后就给他结了一部分工资，然后星期五他就到店里头来了。我说你这个不行的同志，我现在没有你的阴性的检测报告，我不能让你回来上班的，而且我们也没有这么快让你回来上班，你至少要在家休息一个月，让你的身体机能全部恢复了，我们再考虑回来让你上班。而且你的合同现在也到期了，他的合同也确实到期了，我们现在不能让你回来上班的，因为我们现在跟你有密切接触的那个要求居家隔离的那些人检测都没有出来，因为星期五的时候嘛确实没有出来啊，第二轮还没有做，你这个病号都已经出来溜达了，这不符合逻辑。我觉得这整件事情让我很迷茫，因为首先这不怪他们当地政府啊，就是没办法，因为这边的检测能力不够，而且监管能力也不够，没有那么多人去管这个事情，不像咱们国内啊举国之力在搞这个事情，他们这儿没有办法整个国家全部封掉，所以就造成现在这个新冠病毒肆虐。就是按我的理解吧，你确诊了，像我们这边镇子小4万多人，他有这个隔离中心去把你隔离在那儿。你像哈布伦内，你确诊的很多都是在家里头居家隔离的，你到底有没有出去？我相信很多人是不会出去的，但是这个空气呢，这些东西，像国内说的下水道呢，那些东西没有国内做的那么细致啊。我那天还跟我爸开玩笑说，你如果确诊呢，被拉去隔离中心，唯一就是他也没有什么药，就每天给你喝水，让你自己身体自己恢复。你去了呢，无非就是在那儿看着你，不要到处去乱跑，看着你不要死了，你要死了就给你拉去埋了，就如此简单。而且现在这个死亡的这个人数也在不断的往上涨。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算是我自己经历的这个新冠的这个历程吧，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啊。现在带着我们家宝贝儿准备回家了，也逛了有20分钟了。琪琪，咱们回家吧，我们回家吧，我们回家好不好？上次就是到这个公园，然后人家不让我们进。